人家今天那个来打妹底修，你都不要，讨厌啊！你们男生都这样子。四小螃蟹。哎呀！哦，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压过来。听话，让我看看。杰哥不要，讨厌啊！你们男生都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哥现在可以看主播的现实动态、长片、直播，而且现在还可以私讯交友哟。十一月的直播更是每天都有主题之夜，每天主题都不一样。像大家常常幻想的老师、马尾妹子、黑丝袜的诱惑、幻想中的鸳鸯浴、眼镜娘等等，你们爱的通通都有。只要打开 Swag 就可以看到各种角色扮演耶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三种模式：有大家都喜欢的免费直播、超级性感的付费直播，还有集资买券看秀的限时表演。一旦到达卖票门槛，表演立即开始。你想看哪种就看哪种。偷偷告诉你，直播间都可以刷礼物跟指令哦。创作者会依据指令表演给你看，是不是超级棒的、啊？根本大家的理想女友呀！那手机给你，我把链接贴在置顶留言处，去旁边敲敲哦，乖。
前羊肉那么多的肉，然后就有点肉都吃不上的那一类。举举，你举起来，举起来，骄傲，举起来，快点吸吸土，看到头。Channel， 我是妮妮学姐，妮妮的学姐，好久没有上片了。
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我在 IG 上面很常会放一些，就是平常吃到干嘛，然后胸部可能会不小心贴在桌子上。好，有个 hashtag 叫做放置系少女，粉丝们就会在底下留言说，好想当桌子，下辈子我要当桌子，当桌子也太幸福了吧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实测，当桌子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吗？我等一下就会去买一张桌子，然后送去给道具师们，在桌子上面开一个洞，然后是可以放我的脸的，然后我会铺一张白色的桌巾，把我的脸铺成白白的，假装成是一张桌子，然后再请我身材很好的朋友们在桌子上面日常放置的行为，没错，日常的放置行为，然后我来体验一下，帮大家感受一下当桌子真的幸福吗 ？OK， Let's go。桌子啊，非常非常多，哇靠，画面太荒谬，好远，你离我好远，他是要搬冰是不是？欢迎来宾郭北归。Hello， 我是郭鬼鬼。郭鬼鬼，行走的海波浪，一笑起来，全世界都在晃，驾驭百变风格，易如反掌。你知道今天要干嘛吗？今天要干嘛？今天就是做日常生活很平常的事情就好。刚刚不是说要吃饭吗？我们等一下东西也是跟桌子有关，等一下会给你一个小小的剧情，剧情，然后就跟着演就可以了。我要演戏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今天来试镜的哦。对，你今天是来演戏。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请郭鬼鬼。坐在这张桌子前面，真是很大，桌子的视角好幸福。等一下，桌子，你退回去，你不能凸出来，没有桌子这么变态的。他都帮我上下巴，可以。我这样，他还在看剧，哇，还在选剧，这样，这个脸不要凸出来，脸回去一点，好。然后你现在看的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一个剧，日本漫才很好笑的剧，然后太好笑了，拍桌子，拍桌子，举杯蹭饭啊！哎呀，被发现其实没有拍 iPad。第二段剧情，第二段剧情是你现在有前面有一张纸，拿一支笔去写你的形式。我们先画画。然后因为有时候人会失手，一秒钟画到桌子。画刘海。可爱一点是吧？第三个剧情，就你要喝水，然后不小心有点滴到，然后你要拿卫生纸擦的时候呢，不小心整杯打翻。不准 NG 啊！赶快卫生纸要擦桌子，桌子灾难很多哎。对啊，来，我擦。这张桌子开心吗？喜忧参半。那你下辈子还要当桌子吗？先不要，我就没有体会过就好了。我们今天可以得到这个桌子哪里买的资讯吗？我们会把它放在底下的留言区里面抽奖送给大家。真的假的？我要去留言。好的，欢迎我们的来宾安西。耶。感谢教练，我想打球。IG 百万追踪 JK 女篮最佳天竺鼠车车 coser 没有之一。三星，好，你都清楚了，知道今天的企划了吗？对，太有趣了。你还好吗？没有怪怪的声音，没错。然后你要做的事情都非常简单，就是日常生活在桌子上会做的事。OK， 那我们先慢慢蹲下来。哇，好香啊！靠，就是任性。讲话，第一个小短剧，第一个状况就是你会在桌上玩手游，我就觉得他有段在看着我。没错，主人好凶。哎呀，哦，啊，没桌子帮我压坏了。第二个状况剧，看书，日常看书。哎，那个手，这桌子有什么怪怪的？有那个热气。这桌子有暖气功能，对不对？功能调小一点。我不想把书掉在桌子上。掉吗？对。不敢。这桌子太可爱了。躲起来了。好了，第三个状况剧就是，有时候会在桌上就是折衣服，整理一下。好，我们整理一下前面的这个衣服，把它折成一叠这样，包包的。就是一种热情。
起，放来烘一烘好了。整理好了吗？可以了吗？这样可以吗？整理好之后，我们就放在桌边，放这里啊，直接叠上去，叠上去，就可以离开了。再见了，拜拜。阿七就走了，回来。回来我还要看。好了，那就是今天当桌子一日体验的实测啦。有没有觉得看起来当桌子爽吗？我自己个人是觉得，有快乐的时候，也是有悲伤的时候啦。比如说被杯子砸到的时候，真他妈超痛的。对，就是快乐的时候极度快乐。没错，而且好香哦、喔。悲伤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难受的。对，没有错。而且就是水啊、书啊、笔啊，一直在你身上的时候，真的是蛮可怜的。你起来，我是起不来的。桌子本人，你知道下面叠了多少的枕头吗？给你看，给你看，这一叠都是桌子本人。不要这样子，辛苦啊，这个好舒服哎。谢谢学姐，平生这么有诚意的，谢谢你，平生我要来保龄球大对决了，没错。到底这边有谁会打保龄球呢？我小的时候会，我上次打是五年前的事啦。所以你是最有经验的。没错，今天的冠军终于会是我了。话不要说太早。这个不是来洗钩的吗？好，那我们先去拿球跟换鞋子。都是拿八棒是不是？这哎怎么拿？那个五年前玩的，五年前玩的不知道怎么拿。对啊，因为我刚这样拿，我想说这样也不对。对，然后反过来。哦，反过来。对。还有七棒的哦。这也是长得跟男生一样。我觉得八好像太重，沉一点比较容易丢出去。你们要拿这样子，拿这两只。都是这两只哦，不是这两只吗？你那是老司机拿法。难怪每次都打不好，原来开车了，开车了，完蛋。好，就是要不一样颜色。好，打球了，打球了。等一下呢，你们就会是全部都打同一道。好，猜拳谁是一号？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布，这样谁是一号？你可以决定。你要决定你要先攻还是后攻？我猜你嘞，我赢哎。啊，猜你耶？你是你赢吗？真的决定。我要重色轻友，我要当一号。你要一号？你要先攻是不是？对，这样才不会有压力。右边那一道嘛。好，丢啦！好，丢了。很直哎！有没有杀了？啊！我看他出去的这么漂亮哎，我傻眼。来了 ，Lucky Four。哦，很重要哦。哎，还有魔术，那边是不是有中间哦？炸一颗是不是？一颗两颗。这是魔术道具吧？是不是有放纸片？是不是会歪？哎，我刚是两颗。糟糕了，要输了征兆。来哦，来哦。喂，好，好屌哦，好厉害哦。小心摄影机，小心摄影机。小恐龙？什么小恐龙？是一个求救的外挂。哎，这个东西。它不会是全放在那边，然后你这是小朋友在用的吧？啊哈！我要开始了哦。好。一。
3。哎呀！老板也帮不了你，我们下次可以直接摆这就好了。对，以后这边拿去。摆多少？这样。三个。好来哦。真假？九哥。我是证明是人的问题。好了啦，超大力耶！他就嘣，来一只脚先。分钟要全倒。左边飞，你整个人去撞那个。你好幽默。我以为你要拿球打我。哎呀！哦，你选择了一边。有。加油，宝贝。没错。完美的复制了上球，上球的路径。路径。但是我们今天用推的。有。一、二、三。哦。看来是。想骗。好了，现在来到第十局了，你们分数目前是37-48，加起来还没有破百。37-48，加起来不能破百。你干嘛起跑？你要下球？怎样？你起跑到这里，然后这样，又下球。我怕我整个人出去。好好吗？你说现在去隔壁，然后隔壁拉一个教练。改编一个动画，让动画变成瞬间变十八禁。肛门炼金术师。晋级的巨鸡。今天就是你买单啦。好啦，没错，我买单。谢谢学姐。平生那么有诚意的，谢谢你。平生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保龄球大对决。那如果想要看我们对决，就早一点，我会的。不要一直找我不会的，太难了吧，太难了吧，这分数很难。那我们今天来拍的是电玩宅速配八月号的封面，那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摄影师网红鼓手周明进小周老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做的其实是电玩宅速配的一个固定单元，就是 cosplay 的单元。那我们今天拍的三个 cosplay 的角色嘛，然后第一个是碧蓝航线的加瑟，然后第二个是鬼灭之刃的祢豆子，祢豆子，然后第三个是 FGO 的最早前的泳装版。哦，对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开拍。
们趁着空档的时候来到信义区的 WEB 第一座业配商品拍摄哦。那跟着我们去拍摄吧 ，Go！身高多少？身高160公分。哎呦，鬼鬼三围是34G26。哇，那个，我那个手机容量快满了哦，占了34G 的容量，哇，手机快满了。请问什么星座？满出来了。金牛座。可是外面这么冷，你穿这么少，是因为你个人本身燥热吗？还是对，还热底的，有些人天生就是。你怎么会穿那么少？为什么要穿那么少？对啊，让大家惨了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是南部人。你是南部人？对，我是台南人。哦，南部不知道北部的冷。可是你平常就穿这么火辣？我平常就都穿这样，就是对。这样顶多就是穿个小外套，就衬衫之类的外罩衫。冬天也这样哦。几乎都是这样。那这样不会遇到一些你知道怪叔叔啊？对啊，这样很吸引人家，或者遇到这种职业痴汉啊？对啊，欸，他演痴汉演得真好，他就是，对我就是不用演不用演，他站在你后面，你就会觉得是。那你看到我就热了吗？然后很吸引，我的眼睛，他眼睛好有戏哦，他在看那个，是不是你羡慕啊？来看车顶，来看车顶，对对对，太冷了。你要看车顶，下面都顶了。对啊，会不会遇到这些骚扰？会耶，就是有一次跟朋友约吃饭，然后就是在车站啊，然后就看到一堆人盯着我看，然后我朋友就赶快过来把我就是这样压着头，然后赶快走。他说怎么一回事？对，为什么压？为什么要压？因为他说
这样子路上的人都以为你是做特殊行业的，这样很丢脸。你那一天穿什么？那天就这样、嗯，大概也差不多是这样。哇，你这样的确，你这样真的会蛮健康的啊。是不是看到我就热了？还有一颗痣，很性感。哪里这个？哇，你那是胸无大痣，胸怀大志哦。所以我会成大器嘛。当然，当然，真的。你穿这样子，你没有男朋友？爸，因为男朋友一定不可能让他穿这样，男朋友就被我气。而且看你是一个蛮主动的女生，怎么会没男朋友呢？对，因为我就是有那个男朋友吵架就封锁男朋友的疾病。哦，什么？他一吵架就不理了。对，就换一个男朋友。就封锁，没有换啦。你太心了，太要求了。你就很爽的，好像没有看清楚。那你会不会原谅我？我现在还在气啊，哎呦，我现在超气的。为什么不原谅我吗？啊，你自己要在那边穿那么这样，哇！为什么生气的时候眼睛会往下撇一下，再升起来？你到底在干嘛？你明明就不气，你只想这一段演久一点。好不气，你耳朵也红了，你到底？你有红哎，你脸红哎，我很少看你脸红哎，是不是很想听？这么热起来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他是不是就原谅我了？好，原谅。哇！太会撒娇了吧？对，这怎么会单身？对啊，会撒娇，太弱了，走心，走心，嗯、是走心了，超辛苦，走心不行了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今天真的太冷。对，挑件衣服给他穿。对啊，你喜欢什么的 style？ 我可以看看吗？那你看，可以，我觉得牛仔可能有点休闲的感觉，那我们就让他这件。好，有水哦。可以，你要跟我说拜拜吗？你要不然他撩你，拜拜，他喜欢你耶，他是，不是你要去哪里？去换衣服，需要帮忙吗？需要他帮忙吗？要跟我去吗？好，跟我去，不行吗？哇，你脑波太弱了吧？接，这一套跟他刚刚那一套，我反而觉得这一套比较性感。哦，怎么说？有个气，不是他这个他的形状已经到了，已经满出来了。我装了一碗二十碗的十，我要讲什么？10块的白饭，可是他装二十块的白饭，就是那个碗跟那个已经放饭不一样，已经一 size 不好 ，size 没有，不是他的 size。对，你这太小见了吧？就易如反掌，易如了，洗到温水了。哦，说起来这样这样说，温水什么意思？他说洗到温水就会胀。哦，身材太好了，有他喜欢你这样。谁过去？我是藏立冬啊。是，哇，有藏吗？有藏的。有藏吗？是什么？我觉得鬼龟有喜欢立冬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小丸子。你要走过去看一下，你走过去问他说：“哦，有藏是樱桃小丸子爷爷。”哦，这个好笑。是不是嘛？你爷爷奶奶。哦，你问他，你问他说我是有账，你要查账吗？对，你问他一下，要查账吗？你不要一直看人家。我第一次看到张立都 hold 不住的。你看何真也太红了。哦，有账，何真放电呐。我想，其实哦，张立东这个人是诚实，嗯，因为他不断。我在演来演来，你是身体控制你的大脑，没事，哇，这套厉害哦，这套太嗯，请问一下，好看，这套我是觉得比刚那一套，那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一套重点在哪？有变成坏女人的感觉，坏女人，我们不好了，因为西装外套有一种干练的感觉。请问刚演那一段，对啊，自己假戏，因为他变坏女人，他就突然变凶了，哎，我们不好了，他阴的也，你只要演什么演，他可以立刻上升呐，哎呀，可爱的女人，撒娇的女人，嘴巴就坏女人，不要，大哥的女人。谁叫放啊？跑步女人，跳绳的女人。好的。啊，配合度很高。那不行。